大家好，我是小徐。昨天收到一位粉丝姐姐的求助，她说她家里面养了一条金毛，一年零四个月了，因为家里面的原因，现在这只狗狗不方便养了，问我能不能放到我们狗舍里面，让我帮忙照顾一下，给她找一个好的领养人，因为她家里面人应该是反对，具体原因我也没有去了解，因为人家家里面的事情过多我就不去问了，我能帮忙的话就直接说帮忙，不能的话直接说不帮忙。我感觉这只狗狗呢，我就是能帮它重新找领养人，所以我今天就过去把它接了回来。因为如果它不来到咱们狗舍，这只狗狗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谁也不清楚，所以我今天过去把它给接回来了，就我背上背的这只。我不把它放在地下的原因是因为它发情了，地下有几个发情的种马，一直想着睡它，你看这只种马，所以我不把它放在地下，把它背到我屋子里面去。然后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接它的全过程。哎呀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六一好欢喜啊，还要往那长长，应该今年零四个月应该还要长个子呢。过来六一，还要长一点。今天能找我那只金毛是吧？今天看到我那也有金毛。看到了。今天能找那么大的？但是我看你之前那只好像比它大呀，是比一般还显小。对，视频里面没有比它大，我那只狗100斤，那只金毛。那就没有。它多重啊？它只有。过来六一。它只有60。反正是这样的，你如果送到我那的话，你有时间你想他你可以过去看，然后看完他哪怕到最后你孩子就是长大了，这样把他接回来，你过去直接接回来养就行。好，我那个狗一般怎么说不轻易往出送吧，像这是些大型犬，因为现在狗肉贩子太多了，送出去的话怕送到那些狗贩子手上。正义，这个那你说，你们那里就是狗狗不热吗？不热啊，我给狗开的中央空调。哦，那每个狗都狗棚是吧？对，我那边光空调就装了6台。我看你应该是今年才开始用的。没有，去年就开始，我已经一年多了。只不过是一开始在城市里面养，人家不让养流浪狗嘛，我在那重新盖的房。他过去，他就是他现在大姨妈来了，第9天。发情了。第9天，这个星期了。有可能我会给他做手术。是，你给他做手术可以。过来，坐下。刚好这几天坐下停了。握手来，握手。这是他的一个玩具。过来握手来。我也给他拿着。过来六一，握手来，放手握来。在家里面也憋闷的，其实在我那边的狗狗还是比较活跃的，因为他们有足够大的场地。是啊，我就看你那个地方风景啊什么，他们可以活动一下。对，他天天在家就是睡觉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对啊，我那边反正他吃的不多，然后一天吃2餐，但是有点挑食。不吃狗粮吗？吃狗粮啊，狗粮里面还加点东西给他，他才吃，加点火腿肠啊什么之类的。行，反正那我送到我那边，你完了想他的话，我给你发个视频。可以。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就过去看吧。只要不是可以，在我的签子。六一，我那第一只狗还在呢。我养的第一只狗、第二只狗、第三只狗都在。有人从你们那边领养吗？有，领养走的都是小狗，大狗人家都不愿意。是，大狗不好搞。大狗领养的，要么就是屠宰场的，要么就是领走看大狗的那种。现在我有时拉它都拉不到了，因为。太大了，太大了，然后现在已经7个月了，快7个月了，真是搞不好。遛的时候它力气太大了。走。它反正也跟你走了。我知道有狗味，行，那其他的你们先跟我说就行。行。行，谢谢啊，那我先带它去转一圈。请问您发抖音？可以，我就从抖音上发。看一下。对对对，我就到抖音上发，你可以抖音上看看视频，看看它。行。你们没有，你微信上也可以跟我说，
你说你这边想看看狗狗，我直接给你发个长视频过来，或者打视频看也行。那我现在开门一下。好。周六一。握手，握手来。你咋那么懒呢？啊！自己会装车吗？你呢？走了，六一回家。这么热吗？口水流了你老爸一脖子。已经把这只金毛接回我们狗舍了，恭喜它成为我们狗舍的一员。它是年龄呢是一年零四个月，现在正在是发情期，今天是发情的第九天。其实主人还是挺负责的，而且那个女孩子也挺好，不然哪能记得住它的发情期还有贴数呢，肯定给了它很大的关爱。应该是家里面有很多原因导致不能养它了，具体的情况我也不过于去多问。因为什么？既然向我发起了求助，肯定有困难才会向我发起求助，如果没有困难的话他也不会向我求助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也不要去过多的问人家家里面的事情，反正希望大家都能理解一下他。他叫六一，已经打过疫苗了，就是没有做绝育手术呢。完了我把它绝育手术给做一下。咱们这呢有一只发情的种马，就是拉贝，一回来就追在屁股后面追着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到屋子里面了，不然我怕拉贝欺负它。六一啊，金毛是一个白眼狼，今天接它走的时候他都没回头看他主人一眼，直接就跟着我们走了。过来六一。好热啊六一。大家喜欢这个毛孩子吗？看他的大舌头，大眼睛珠子，他身上有点伤口，有个脓包，应该是已经流脓了，完了得给他上点药呢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。这是咱们狗舍的第三只金毛。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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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我又有跳蚤了，吓我一跳。六一，这个狗狗不会握手，第一次见不会握手的金毛。看那个馒头。